敢收。从不敢来。耳朵也在就脱了嘛。耳朵好好子的。好的。一下子你动了就了一下。哎呦，我耳朵生动了的。别就。哎呀。媳妇儿。你穿不穿？哼。说什么？今天晚上就整这根条。啊，这不够吃啊，三个一个人吃过嘛都够噻。哎呀，清汤寡水的，有啥子吃出来头嘛？这萝卜把肉儿嘎嘎一抽。萝卜都不要吃，你还吃啥子呢？哎呀，我想吃肉了，我吵得很，我心头。吵得很，那闻到这黑了呢，黑了你要吃，你要减肥吗？不减肥嘛？哎呀，吃肉还分啥子黑了哦？我想吃就吃。黑了要吃熟的了嘛？你减肥吗？哎呀。减啥子肥哟、哦？不减喽，减不下去，越减越肥，倒不如不减还稳了点。快拿出肉来弄去！你不想吃肉？我不想吃肉。那你不想吃肉，不要带些锅噻，去水路了。哎，给拿个勺子。快点嘛！我肉早就拿出来了嘞，你给弄点青菜或者煎两头嘛。算了算了，你要吃肉，还不如你说。哎呀，看来我媳妇儿还是想到我的。耶，龙胆坨子啊！啊。然后不吃肉，你吃龙胆坨。够不够你吃嘛？够了，哎呀，就是有点肥。煎噻，煎油出来噻。把这个肥肉来熬一下，把它熬干。啊、哦。切，我感觉你当到一套背到一套啊。我姐是当到一套背到一套啊，你多认真的噻。你背到我干，对不起我的事情没有。你想讨价不要的媳妇。不是的啊。你喊我不要吃猪啊，你就跟我整弄大一坨肉快点锅边，你不是当到一套背到一套，啥子意思嘛？小的就是弄到坨了嘛，只有这坨肉。你吃了什么？不吃我将你放倒。我感觉你说话其实语气很重，凶巴巴的。其实背后面呢，他啥子你准备好了？你就是，这就是啥呢？刀子嘴豆腐心，嘎。花椒，来点盐，白水萝卜就不放油了。你头熟的，我煮的，我煮你要不得啊？这是白的噻，那个肥的弄来顶高。要的。哦，三分之二都是肥肉，三分之一是肥肉。我那个两个猪不肥不肥啊？我那宝贝是没得好肥的了嘛，我瘦型猪啊，说是。瘦型猪那就瘦猪多。啊，我买肉吃，我还不能买这种净瘦的来吃，你晓得啥原因不？什么？因为你买那个净瘦的，你还放油来炒。我买这个有点肥肉的，我把这个肥肉来熬来将就这个油来炒，我就不用放我自己的油了。那当然了。你这是不是更好算嘛？带点肥的好点。对。龙哥。好的。那个你别喊我，你抠背那个事儿，那我给你买那个，你干好吧？抠背的嘛，你这是，抠背的嘛，你是，梳头发哟。抠背，是不？不安逸。不安逸。哎呀，你这不是全自动的。这不是全自动，那跟人抠不是一样的吗？龙哥子。我像你跟我抠，你是全自动的。这个抠就多舒服，想抠啥点就抠啥点。不安逸。想拉啥点就拉啥点。我喜欢你跟我抠背。什么？你干唱你好的不买就买就买这些东西了。不管这都是啥子，男的变的。你不愿意我抠呗啊？每次都喊我你抠呗。你不愿意我抠呗，我喊别个我抠了。来嘛，别个你抠，来嘛。别个你抠，这个不能给你抠。姐姐，你说啥子？我说你我抠呗，我喊别个我抠。给你别个单子你都不敢，你说。从不敢来。耳朵也在就脱了嘛。
不是弄好盒子的。好的，一下就给你弄了。哎呦，我这弄生动不了的，别就，哎呀，我只是在弄饭在厨房里头，要打架你在床上就慢慢的打架。我不得给你打，我打得赢你哦。哎呀，我弄生动不了的，长肥了，光是欺负我。看这儿，哎，花了好多的，我还是没出去。扛到这儿。好多油，穿这儿去要个弄不？蒜，走，我给你买几斤。小时候的时候有油汁吃的话都是一件开心的事情。哎，我说那油那不得那么容易搞给你吃，那就是肥的东西吃来吃。那嘛，那人嘛都是过年嘛的哦，搞油的油汁噻，是过年就还有那下面好吃。那肥的那地方都吃就吃的。下面吧。嗯，那你搞了可惜了说。他这碗饭都让我站着吃哈。要得。不在农村干活了，这样打谷活了，拿活了就吃肥猪的，讲得到饱，不吃肥猪讲不到饱。嗯，哎，这一条油猪就你喝了吧？你就想讲了。不吃嘛，你少进进马奔嘛，不吃肥的。这是不好吃吗？好吃点搞搞，那个。熟的。长得比爸爸还高。爸爸就是成天了。你那萝卜还笨的嘛？那萝卜弄个甜的啊，那根儿没得了。嗯。我给还好。哦，红萝卜比较少，要这个，熟的。嗯，那我这里熟的不得。对啊，晓得嘛。红萝卜大一寸。要不我那儿肥的吃了？哎，要不？哎呀，还整点肥进去呢，我去。要不，来，溜溜了这儿来。让我吃点点嘛。啊，来，妞妞。妞妞挑战最小。